那大家如果问我地理是真的假的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，地理绝对是真的，但是看的人大部分是假的。因为他根本不懂，他就这样一招半式走香炉跟你乱讲一起，你怎么办？地理就是说你住在这里，它会加强你的府份的扩展，它来调整一下，你真的可以更省力，然后更有效益，这绝对做得到。可是要真的人才有帮助。但是我们现在房子都是双拼的，当中是楼梯，一直省钱嘛。如果每一家都有个楼梯，那太贵了。所以双拼是为了省钱，但是双拼你就要注意了，如果这边风水是对的，这边一定是错的，一定是错的。因为他左青龙右白虎，这边是对的，那边一定错的。这个是要提醒大家，大的原则不能错。那是不是听完我的话以后啊，这个房子只有一半销出去，一半卖不出去？也不会，你要调理啊。根据左青龙右白虎不对方向的，要好好去调一调，把门改一改，把门的位置改一改，把内部调整一下，照样可以。要找懂的人真正的去改，不要东听一个西听一个，提到最后什么都完了。